啊。几杯较少啦，三号。各位学员，大家早安。好。今天个咱们今天继续课程哈，那今晚再过来继续今天课程。来，咱请那个咱组长。来，全体起立。立正。敬礼。好，请坐。大家先大家平安吼，我姓潘，叫潘良华，我出生伫新庄的潮州，目前我咧做的是园艺造景，种苗这个行业，我咧种的主要两样三样物件啦吼，第一个就是树葡萄，正式的名叫做嘉宝果，第二样是叫做平地樱花。伫阮屏东开了正水啊，大概十天前，《自由时报》有甲我刊，我咱原来有同心的迄个学员哦，看到刊的咧甲我讲吼。第三就是肉桂，甜肉桂，台湾特有种，迄、這个物件来萃取起来做肉吼，人做咖啡内底做，足够。这就是我简单自我介绍吼。那么。你泡粉的阿伟用那个经典吼，他的先讲大家咧，我们看一下。我本身是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契吼，迄个支族叫做马卡道族，伫迄个洛阳甲屏东遐吼。那么我今日我要讲的吼，是讲台湾，也都是。在美国軍政府佔領下，我大概這些資料吼，我是去林浩的出的這三本冊裡底收集出來。那麼啊，再過去聽演講吼，我就講，大家講，我看到美軍，所以攏用足大的懷疑，我是講用一寡法理的依據，啊，甲這個。我迹象吼，咱有一寡迹象看会着吼，最近日本的核灾，这个迄个美国咧撤侨时，是安怎无撤回因的上近的关岛，还是这个夏威夷来撤回台湾来？我即个说明呢，伊对台湾有掌控权吼，有管辖权。别咱咱开始啦吼，第二个吼，台湾尚在美国军事占领中的迹象，那法理依据，你可以我拢讲无煞吼。那么我为你再进来进去，来，你的我把这酒不要。你头先较简单了，大家听袂到。时间有限啦，我这边哦，我唔爱伫遮咧即间讲到完。我拢弄找到17条，啊，顶届吼第4届我有讲7-8条，
啊，时间到，我就讲无错。我今麦先为那个第八条、第九条开始来讲。差不多几只来讲嘞，哈。来，1996年，李天辉甲陈明敏在选游泳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哦，啊，中华发社会团来，伫咱的台海发生这个危机，哈。美国的克林顿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到台湾，用迄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是，哦，水上舰甲水下，哦，的潜水艇，啊，包括无人机。预警机，你还当真大个个资源啊，还开真侪钱。所以克林顿伫美国嘛，伊有迄个因个国会议员来咨询，讲是安怎你要把我开下电视，派到2支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去到台湾，你是毋是有收到中华民国民防政府上的贺主？这个克林顿甲讲句个，也来参选。讲迄是我们会合并的领土，好、哦，啊伊嘛是根据台湾关系话，靠有这个派兵这块，啊无你甲派兵航空母舰去到人个国家的周边，迄、那个危机吼，迄、那个战争的迄个指数就关起来，啊人咪抗议，啊你是准备来要搞侵略，哦迄会造成世界国际迄个危机嘛吼、哦，所以。美国是18时用迄太阳光母舰在平安咧交流旅行啦吼。2004年10月，鲍威尔诶，即个美国国务卿又讲，伫北京讲吼，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即、哦、就是台湾是美国境外国内领土。美国所定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参众院投票通过的这个国安法，吼、哦。啊，伊美国就是因为对台湾有这个管辖治理权，所以伊要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拢免定经过咱台湾人同意，还是中华民国联合国政府的同意，伊就定的公布实施，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对，虽然是这个台湾关系法所指定的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啦，但因已经袂使称呼中华民国，但系先讲台湾治理当局，因中华民国已经堪对我断交啊吼，所以美国伊个国民对外使馆拢有通令，袂使去称中华民国。按理来说，所有的中华民国流亡都算得来总统，哦，无论是阿扁啊，哦，李登辉也是两蒋，哦，包括国平的马英九，伊所有的行政措施拢来看美国的眼色，好、哦，代表讲美国是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上面是高阶的管理员，啊，美国现在对台湾安尼说三道四。这个这样子，那个这样子，安尼吼。包括你看2005年，在阿扁在就职典礼所讲的四不一没有，前三项是美国的压力下，对阿扁来讲的，就是美国已经画了一个红线，你袂使超越对了。阿扁嘛是变讲自我设限，讲到五项，吼，不宣布台湾独立，两国不路线。不举行统独公投，不变更国号，而、啊、且，以美国的压力下，然后以美国的那个权，有那个压力会点给阿扁。你看人一般国外人总统嘛讲，伊就任了，伊要替这个国家做什么代志，做有一个远景，吼，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希望，希望，吼。啊！若讲无一个人伫后壁咧甲操控，去互伊压力，这个总教练就是唐真伫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内底，这个台湾军事监控，美国的台湾军事监控，吼、哦。啊，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因重要一件代志，
爱等接到美国的贺电来承认。你着看麦，较早应该就是着手麦克阿瑟的总管这个一般平衡吼，你着这里卖相传的这个程序啦吼。啊，迄阵我两千块钱是啥物事？只砖料，你哪会啊霸占这个凯道？迄阵已经开袂拢开锁啊，连续头一礼拜拢无接到美国的贺电，是迄、那个。用个台湾的 EIDS 是主席夏青，伊看嘛变啊看嘛去，伊运作了较快好点多。迄一礼拜吼，我嘛去伫咧讲，咱美国咱有咧成立这个总统的款，因为两颗子弹的问题，所以造成迄阵大家台湾人人心惶惶。啊，你看嘛，结果都爱去承认靠尊长。那无安尼，台湾就我若选着就对啊，你插你啥物人，要来甲我好点好点，吼、哦，对无？啊，你去看，今仔日即摆，阮就买山去内湖这个新的饭店，这两万几块，总共开一个五千万美金。啊，你看底下了老三台，你听讲会点房有盖的这个公司啊？啊！这五年、九十九年、九十九年、九十九年，这进驻800名，海军陆战队在防守。啊，这个根本就是总统府的规矩啦，吼、哦。咱这个新的 AIT 吼、哦，这基本就是排赛过来总统，全世界咱排第二名，吼、哦，就是规模，我仅次于伊拉克，吼、哦。伊拉克是。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美国基本上宗教的对立啊，吼、哦，啊，佮美国是连带，有可能伊个法比盖，2003年佮个法比盖，所以伊个去这个大使馆吼，啊、哦，对待腹地足大个，啊，有3-4道防护，一点火力攻用自杀汽车炸弹，安尼硬冲的，像冲入到伊核心地带吼、哦，啊，咱这算排第二名呀，开钱啦，还是这个规模吼。哦哎，下一页拜托，我来录。来，我就有些因为我是一个记录，所以实际上有些那年月吼，我当你讲应该就是台湾人比较重要的会议庆典吼，伊拢穿军服。我唔捌看伊穿这种，知道无？啊，伊出去国外访问两个，介是去菲律宾，介是去南韩。伊出去就穿这种啊，代表啥意思？代表伊是伫台湾是代表美国军事政府的代表，在管台湾。出去离开台湾就唔是啊，所以出去就爱穿这种。这是我的想法。来，你看，所有被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拢捌设过伊的基地。菲律宾有克拉克空军基地，然后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吼、哦，啊，日本琉球有这个亚多纳空军的基地，咱台湾天官港吼嘛空军基地，吼、哦，因为这拢是美国军事占领过的所在。因为菲律宾即马已经美国也扶持独立建国啊，吼、哦，但是咱台湾个，还佫地位还袂创新得吼。到遮，唔使听。阿金，我想到对，讲到对吼。你话即个。日本的核灾，美国咧撤侨的是 ，AIT 虽宣布停止所有伫中华民国的境内人咧申请美签，拢停止运作。AIT 派人去向国际批评，设海关来
迎接因的侨民去日本来台湾。那么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哦，哦，咱那个咱规定日本吼，迄做边个老表是 AID 嘛，伊拢排一个 AID 的背心。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象征，海关嘛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的单位。你外国人要入来这个所在、这个国家，一定要申请签证，我那个外管申请的，中华民国的签证了，才会当摕这个签证，包括伊的 passport 来到海关，海关来受理，这是一个。防护措施，就是国家在防护保卫伊，然后这个恐怖分子对吧？啊，这就是一个国家主管行使的一个行为。那么，现在美国 AIT 也台湾机场切开关，中华民国会不吭一声。如果你中华民国有台湾的主管，你不可能会切开关嘛，一定强迫的。我机关警察太少嘛，嘛爱拼的呀，哦，欺人太甚啦！那伊，那较早咱受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思想教来，那会使到阮兜哦，去搞办地方摊位 ，OK， 这个真明显的哈。那么想着这个代志，这个林林总总，如果无一个后壁一个总统在甲咱操控台湾。啊，若讲较好听，就爱讲保护台湾，吼、哦。你原来只要台湾有一挂风吹草动，美国航空母舰就随驶到有，吼、哦。另外，大概来咧大选，2004、2008，美国航空母舰伊拢有先来台湾咧周边戒备。万一若讲抓了有啥物情况吼，咧、哦、台湾，我中华民国陆军想要叫解放军入来。美国事先拢有防范，防范吼、哦。所以，不该在咱对着金秘书长伊存一条路吼、哦。我暗时去做，较早拢做贪心的，但是知影咱台湾美日安保条约，你甲咱保护吼。咱、啊、美日拄啊全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啊有这两个国家，咱做配国，咱阁有啥物好惊的？阿强的迄个军事设备遐戆戆，伊逐项拢爱去共模仿，拢山寨版的，山寨版的足啊出代志的。伊非大写起，包括写袂出伊的保证，逐个家己办公室的。哦，所以咱台湾人有美日安保条约，大家应该爱放心吼、哦。啊，那以后咱如果军政府入来，咱民政府执政，啊，只要。比如今仔咱蔡总理所讲遐个愿景吼，我着不能足足有诶，足希望迄个时间赶紧到吼，啊莫互即中华民国陆军搁大只继续甲咱军打淘汰。我无迄个想要开面镜，我咧想因是知影讲因大只诶时机无久啊，无赶紧学吼，安尼学遐无够较强诶吼，袂久啊。哦，因大家调法要搁注意。看第三次流亡啊，是啊，第几次流亡安尼？啊，因为我党务谈这个台北区的酒店参详，如果高雄区的酒店回来，我想明个时间来交伊，因为我知影做个宣做个听讲，包括我家己，啊，伊是我偶像。然后我另外就甲做这时间交伊，谢谢。謝謝所以我拢希望逐期拢有新的变化吼，所以卖互讲大家拢都听同款，听到尾啊，大家拢拄住吼，尤其
遐个工作真乱吼，所以我每一期拢创一丝仔新的。啊，即摆咧歹势，因为我都前讲了，所以今日过来炒一点冷饭吼。来咱来调下吼，继续调。这甲咱差不多啦吼，来，这是第四期的啦。哎，过来过来。今日要来甲各位讲这吼、对各位来讲是新的，那么对其他的这来讲，工作人员甲酒店吼，这是旧的啦。我炒一点饭，但是这我在想啊，我想这个部分对各位来讲的，应该是会当会当应用的，就是讲转去了要甲咱的亲朋好友吼，要讲起这个法律结构论呢，是啥物物件时阵，才有一个对比的物件，会当互大家做参考啦吼。这会使用吼。我即摆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法律结构论呢，这边才叫法律结构论的，就是咱即摆的方法吼。杜秀平这边呢，这是传统这个独派的，或者啊，做主张吼，那个号名叫做传统的这个独立结构论。就是讲，即摆民进党吼，即个独派在执行的，就是这条路吼。那么，这两条路到底有啥物差别吼？那么有啥物相同的所在，有啥物无同的所在吼？那么，咱若有一个了解了，咱等于甲别人讲的时阵呢，我想应该是有帮助吼。就是讲，这个说明较方便了吼。这个先讲这个相同的部分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讲，咱这个愿景拢同款，就是讲咱甲独立建国论的这个愿景，大家拢同款。啥物呢？就是拢是要使台湾加入国际社会承认，为这个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第二项代志呢，就是要加入联合国。那么昨昏呢，因为这时间较短关系呢，咱伫看迄个军政府美国。总统、国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时阵因为时间较短，所以我就无讲。那么这个所在呢，是怎来甲补充一下吼？就是讲，国政府甲台湾民政府虽然是上下属的关系呢，但是实际上伊嘛是有分工的吼，有分工。那么这国政府的两项权力呢，两项权力呢，家己保持吼，那是台湾民政府无可能替伊做的。一个叫做安全啦吼，一个叫做外交啦吼，这就是军政府吼独自拥有，就是迄个将来美国在台的总督吼自己亲自执行的，但是不可能退走的吼，这就是安全，就是国防啦吼。那么这个国防呢，军政府开始恢复伫台湾运作的以后呢，这个国防呢，咱台湾的安全呢，拢由这个军政府来负责。当然，军政府的后壁头家就是美国，所以变成美国负责咱台湾的安全。那么反过来讲，咱的军队呢，后日来猜测，因为美国的政策国防的政策呢，叫做一个国防政策一个国防政策意思讲不可能伫美国管辖下，还另外有一个军队啦。除了美国军队啊，另外搁一个军队啊，这是不可能的叫做一个国防政策。所以反过来讲，咱的这个台湾的安全呢，完全纳入美国的军事体系，就是美国国防部会较管的所以咱就变做伊其中保护的一部分也做一个国防政策。所以咱的阿兵哥呢，像我咱兵呢，是毋是总体讲，去看咱将来军政府要怎处理？嘛，原则上是啊总体讲因为咱毋是职业军人，美国是募兵制，台湾是征兵制所以呢，这征兵制跟募兵制中间呢，这中间要怎处理？对吧？这个都美国总统吼，就在台湾的这军事总统来跟他决定，可能跟咱协商或者是咱将来跟咱台湾的这啊做少年人呢，同款经过类似的军事训练比如讲叫做社区的这个啊做替代役就对了那我那让咱这少年人经过社会这历练团体的生活，诶，将来再过来决定那反倒倒来讲，咱台湾无可能家己有一个军队就对了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呢，这个军队呢，现有的这个流氓中国所管制下这个军队呢，其实讲起来，其实拢美军实际上的控制啦咱看起来，敢那是像
马英九甲咱亲像是即个三军统帅吼，其实迄是假的，吼，战争实在是美国在控制啦，吼。那么，后壁咧，咱较早刘洪中国甲美国买遮啊做武器咧，到底将要怎处理咧？伊看你甲想啊，应该卖向美国吧，卖还他吼。啊，伊了都折旧算什么了啊？就比如说过去甲你买十亿吼，啊，即摆歹势哦，即摆哦无折旧无够用个吼。无伊嘛爱赔人对无？啊，甲咱买倒转去啊，因为国防拢伊负责啊吼，是毋是安尼？将来看着办啦吼，应该是拢赔得着，不可能讲送伊嘛吼，而且拢开钱啊对吼，拢台湾人的钱吼，所以国防的部分来处理。第二项代志咧，就是这个家己联合国的问题咧，因为台湾那是这个美国军政府直接恢复开始运作，就是讲这个军政府葡萄的时阵咧。啊，主人咱就是美，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啊。不过不是正会员，咱是副会员。哦，美国是正会员，啊，咱就副会员。所以咱随时都加入联合国啊嘛。所以咱台湾这边国务院嘛要派一个代表去主持联合国。所以咱直接都加入联合国啊。所以加入联合国这尔简单，是咱这独派不要一尴尬。这中华民国是台湾加入联合国，上班这上紧对吧？若要加入联合国的角度来讲哦。这就是这愿景，大家拢同款。那么手段呢，嘛有这条做同款，就是讲大家拢是非暴力的手段，一个是用选举，吼、哦。啊，咱一个方法呢是用法理论述。那这个法理论述呢，就是这个法理论述形成以后呢，接下来这就是咱的主张啊嘛，就是讲国际法内底呢，全世界的国家呢，拢总会甲咱承认嘛，就是讲铁甲对应该拢讲会通嘛，吼、哦。那么这个法理论述呢，我要甲各位讲讲，照国际法来讲，应该是安尼啦。啊，实际上是不是安尼呢？哦，迄就有政治操作的空间嘛，哈、哦，应该是安尼。但故呢，是不是将来一定安尼？哦，咱希望啦，啊，不过无一定啦，因为比如讲，美国嘛有政治咱的介入嘛，哈、哦，而且中间你来去美国国会，佫甲你修一个法制吼，搞不好迄个部分又佫无同款哈，所以。这个法理论述来坚持它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我们称呼它叫做应然的哈，应该是安尼啦。但是将来是不是必然呢？那么就要看这个做国际这个政治的情势哈，以这个情形来判断的哈，就是讲走向是安怎？我个人看法是，按照国际情势的走向哈，所以。法理论述呢，咱希望伊安尼，但是呢，咱无能力讲一定爱安尼。很多再来讲讲哦，伊可能呢有略微的改变吼、哦，就讲、是、咱希望安尼，啊是不是一定安尼？咱会努力要互一定安尼，也是无一定的哈。但是这就是咱在看，所以要甲各位强调一下，讲咱的法理论述是绝对是对的，哦，去甲多一个国家，无一个国家敢讲唔承认哈。这个论述，所以这是咱破掉这点。然后呢，有这个工具了后呢，接下来呢，这个林志升先生呢，就带咱228台湾人呢去美国，甲告美国政府啊，哈，试看卖。哎，美国政府竟然吼唔敢讲唔是嘛，哈，制度承认嘛，哈，啊，安尼就更加证明咱这法理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操作上呢，其实咱应该对美国的这个司法单位呢，去甲告美国政府。过来呢，应该咱来搁较完全的是美国的国会呢，搁再搁甲施加压力了。安尼吼，我认为啊，安尼就是进行死拿交换的啦吼。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嘛有一寡进度，就是美国这边呢，咱那个副主席叫做蔡明华先生吼，因那边呢，嘛有甲迄个有一个叫做。咱各位上网站去看吼，我了一个美国单位，我来代替来去甲迄众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吼，我来一直咧接下一直甲 push 吼，讲啊拜托啊，你来做些代志。所以听讲今年啊哈，今年就是2011年的这个年日期无决定，伊要举办一个台湾听证会，好。那么这台湾听证会呢，依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讲哦，各方哦对这个台湾这个地位呢，有所主张或者有所看法的人，应该拢爱去啊做一个舞台吼，爱去啊尽量表现，然后和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吼，可以有一个这个得到一个正确的信息，
然后呢，这在美国的国会内底，伊会发挥重大作用，吼、哦，就是会使督促行政单位，就是美国总统呢，应该爱做正确的代志，吼、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嘛是真重要，吼、哦，就是讲，其实美国的三权分立内底，这个行政单位，就是讲美国总统，其实呢，上惊就是两个单位，对吧？啊、哦，一个就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这是正经的头家，啊、哦。那么第二个就是司法单位，就是在追究伊有违法无违法，吼、哦。所以这两个人有法度同时施加压力，我认为效果会更加好，吼、哦。就是讲咱的方法，甲这个民进党，吼、哦，这独派的方法呢，拢同款是会当归类伫这个和平手段内底，好、哦。接下来，那么这个同款有两点，无同款的，我只好大概甲你出来十八点，吼、哦。那么这个十八点呢，各位啦，感觉无适合，你会使更加修改。哦，我是起一个个尔，各位有更加好的想法，你做你甲补落去吼，免去。这个伊的方法是选举，所以要参加中华民国的这个选举取得政权吼、哦。譬如讲，上好是这个总统甲这个立法院的委员会当过半数吼。然后呢，来当安尼是，伊就要伺机改变国号哦，伺机看。实际机会什么时候较适当要改变国号吼？这三我大概有讲过吼。那么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国际法内底是无允许这块哦。咱的方法呢是遵循美国的宪法甲国际的法律哈。这个国际法律已经其实呢已经融入美国的这个啊做法律内底哦，甲宪法是同等的位阶。那么咱的这个林博士呢，我跟咱讲。有一个叫做陆战手册，哈，陆军野战手册，哈，内底就是把国际法的法律，美国人甲世界各国签国际公约，也是国际条约，那开设的军事的部分呢，伊即摆就拢甲化成具体行动，哈，迄个都规定，甲加入迄个都陆战手册，哈，迄各位有机会，迄帮兵拢有，哈，啊，你若我若看英文，够较好，哈，啊，嘛其实嘛有人甲翻做这个华文啊，哈，所以你会使去看，哈。所以这个战争法内底到底有包含偌济吼？那么会当对这个陆军野战手册内底吼，会当看出来伊内底讲，哪个军事将领的时阵呢？这个迄个当地指挥官爱做啥物部署，有无？爱步骤爱做啥做啥。然后有关民政治理的部分呢，你一定爱成立一个当地的民政府吼。所以咱这民政府袂使改，你袂使甲改做讲啊，咱这台湾民政府啊，甲改换台湾。像昨迄个陈立宏来讲，啊，恁这台湾国政府，哎，差歹势，差一字，差足济，吼、哦，一定爱叫做台湾民政府哦，你差一字都袂使，吼、哦，差一字都无符合国际法，吼、哦，所以一定爱叫做民政府，吼、哦，啊，地方加另外，就比如菲律宾民政府、古巴民政府，吼、哦，所以说迄个民政府三字就是，咱恁爱讲英文啦，迄、那个做花纹，迄、那个民政府，迄是在变啊，咱林博士甲你讲，以前叫平民政府嘛，吼，哎，我发觉迄个英文一定爱讲，一定爱西方教育们，吼，一定爱用这字。你若有白字吼，都不被国际法所承认，吼，所以袂使有别改字，吼。那么，台湾的这个咱的法理建国论的目的就是，用这个叫做我称呼啦，吼，我称呼讲叫做书生救国啦，吼。读国际法，读个清清楚楚吼，然后咱就当救国个咧，哦，咱也免去夹刀甲夹枪啊，咱读册读个好就好啊吼。哎、欸，这个是世界上一个首开的先例吼，读册救国个吼，对，哦，所以咱用这个方法吼、哦，这个做用这个这个国际的法理吼、哦，那么来救台湾吼、哦。那么第二项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这个民进党伊即摆方法就是讲，要选掉了后，多数决吼，选掉了后呢，然后呢，要甲改国号，改国号就是要背叛中华民国嘛，对吧？这真简单的道理嘛。你当前时间又好讲，我要选中华民国都好，啊，不过选掉以后呢，下辈来甲改国名，安尼不是讲背叛吗？好、哦，而且背叛的行为呢，在道德上哈、哦，事实上也是不被接受的，所以法理上也是不会被接受的啊。哦啊，咱是运用这个叫做国际法法理来对这个叫做法理义务吼，就是讲你这个美国呢，你对台湾有正面的义务，有权利，当然你嘛要负担义务吼。那么即摆伊讲咧，一直咧享受权利，拢无负担义务啊，拜托个出来哦，出来负担义务。那么因为
这个占领军呢，你既然军政府比较稳重呢，依照国际法，一定爱设立政府啊。所以因为安尼呢，这个都美国的军政府伫台湾，伊唔是为咱台湾人的台湾人的利益哦。各位一定要记得哦，军政府占领迄个所在，唔是为着当地老百姓利益哦，是为着因家己的利益哦，哦，为着美国的利益哦，无伊个军政府爱开钱嘞，哦。所以一定是唯一的哦。啊，不过呢，这中间呢，拄拄有一个机会，咱拄啊顺耍啊。安尼讲，因为一定照国际法法律，一定爱成立民政府。啊，民政府就是咱本土，啊，所以咱来为咱家己设想。所以，咱是借用美国的这个军政府的力量呢。那么，这个叫做民政府，再来为咱家己依国依，啊，咱国咱，哈，咱的民政府国咱家己，哈。所以，这个中间呢。咱唔通以为这个军政府是咧顾咱台湾的吼，安全甲外交有，啊，不过其他的部分的老百姓在治理吼，在管理是咱民政府家己爱负责的。哦，这个所在大家观念要清楚。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绝对唔是百分之百为咱的利益，反倒来讲，较济部分是为家己的利益。好，这是这个状况。啊，下一页。啊，过来第三个不共款的讲，那这个。法理建国论呢，那若要甲终结这个流亡中国政权在台湾呢，都是美国人来甲终结掉。啊，那照伊的方法呢，都是要借用选票哈、哦，来甲终结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权嘛哈、哦。啊，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呢，对是用台湾住民哦，很重视的哦，对不？台湾住民就是讲流亡中国人加本土台湾人，安尼叫做台湾住民。好、哦，所以这是两种人集合起来。去选一个总统，然后选出来了后，本来是要选这边这个总统，然后呢，选掉了后，再要把这个总统，不，把这个国家的名称呢，改做本土台湾人的名称。你看，这个做占领军，敢要同意？一定会流血，对吧？一定会抗争的哈。所以这个这边在讲这个以这个方法来对，伊是用自力救济啦，对本土台湾人的自力救济。啊，咱这是。巧借他人他力的协助啦，外国力量的协助啦，吼、哦，这是较无同款的所在吼。注意这个巧哦，咱咧真巧吼，巧巧啊做吼、哦。接下来，第五个这个结果的预期性，就是讲因内后患做出来了，那个预期上它有什么样的效果哈、哦？这很难预料啊。比如讲 CIA 呢，李博士这边呢通过讲，这个2012年的选举呢，可能的情形，讲蔡英文选不了，而且可能上少差100万票，哦，就是讲啊，这个民进党这边哦，我刚才就声势非常浩大，可能会选掉哦，怀疑干咩害哦，我看不一定哈、哦，不一定哈、哦，所以这个很难预料。那么这边呢，咱这个法理建国论这个对结果的预期性有啥物？无共款，主要若是有法律部署的吼，迄结果咱拢会当预料，因为你拢知伊下一个步骤要从啥，所以绝对是可以预料的吼，只是时间的长短，吼，哎，迄路是一定行得到，只不过唔知时间的长短吼。第六项就是讲，那是照这个蔡英文等等的哈，这些独派的人士的这个一主张哈。那么咱就咱看起来，这是真容易引进中国的力量哦，吼，引进中国力量。那么击败了后呢，你要甲赶出去呢，是相当的困难哦，吼。但是咱这款情形下呢，对中国的力量的介入吼，是100%拢绝对无击败的可能性啦，吼。对中国的干预，吼，这一页。哦，第四项就是讲流亡的中国人，那咱这摆呢，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呢，已经都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咱的目的要创啥呢？咱就是要处理中国人，啊、哦，要处理中国人，啊、哦，要处理这中国人。那么，开始，不是咱的开始较无遐熟悉，流亡中国人的处理呢，咱较无法度控制哈、哦。这个，但是用法理建国论这个方法，借由外力来处理了，那是真紧就处理啊！因为咱这个切开啊，这是本土台湾人，这是流亡中国人，本土台湾人才有法度有参政权、有公权力啊。若是这流亡中国人就无公权力啊，所以一手就切开啊！啊，接下来还佫有足侪当做的代志啊。
比如讲流亡的中国官员呢，外国这些人拢掌握实权的，啊，所以是真真歹处理啦。即摆哪拢这独派的吼，我要对处理的相当困难，对吧？啊，咱即摆因都甲切开咧，哦，是身份都甲切开啊，所以这手呢，要来甲处理一摆就甲清楚啊，哦，一摆就甲清楚啊，啊。再来这里、个。第九项呢，就是讲这流亡中国人的这个特权哦，那照伊这个方法是不可能，因为阿扁啊已经创八年了，所以伊跟你讲无可能，就是不可能嘛。哦，人已经做过了，你又佫讲下人我人我蔡英文来做，不可能，我看嘛不可能。哦，这就是咱甲伊较无共款。啊，咱这流亡政策最少就甲咱全部处理了。哦，过来再台中国人的反扑，就是讲呐，用这个选调了这个改国号的方式呢，因为流亡中国呢改做台湾国吼、哦，假设，那么这款情况下呢，因一定不满，对吧？一定不满，可以一定反扑。啊，你刚要处理这，你就一摆处理啊，遐红红三军呐、啊，红三叉呐、啊，有啊，遐一定会搁重演，哦，这是无可能片面啊。那么。咱若有这个美国的外力军政府来去控制呢，这个绝对唔敢反扑。啊，你若要反扑哦，逮捕、枪杀，哦，啊，逮捕也都伊就乖啊，啊、哦，这就是咱介较无共款的所在，咱足好变的哦。安古看伊安怎动作啊。第十一项就是咧讲起这个斗争的过程，就是讲，那要这款咱都已经看到二三十年来进行嘛，那不是国民党选调，无就是民进党选调，啊，就变过来变过去的，啊，啊，一个空转啦，啊，咱台湾人咱笑的啦，啊，一个空转的哈，啊，钱开了了哈，所以现在都窝里反哦，按门里斗了哈，所以一个反复缠斗，啊，这永远未解决的代志，来解决，某一个时阵就解决掉了啊，这三十多年来是安怎未解决啊？啊，咱这方法一摆就甲彻底解决啊。第十二项就是流血的可能性啊，流血可能性。那是独立建国论这款的方法的时阵，本土台湾人捞回来。哦，啊，那是咱这个法理建国论的落去执行的，是台湾不是这个流亡中国人捞回来，不是咱。你控伊甲美军控伊啊，美军甲你啊干，啊，咱唔免啊，咱无代志哈。但是咱好，咱哪会去控伊？绝对没有说，因一定控伊嘛。啊！那这块硬攻击咱台湾人仲台的，啊、哦，所以这個危险性呢，咱爱小看情况的哈。过、哦、来，这个台湾的危险整体的安全性呢，因为咱有美国人呢，甲咱保护着的吼，都要讲讲这个安全性呢是美国爱甲咱负责的哈、哦，所以咱相对足安全，相对这方面较安全哈。哎、哦，这块经营呢，可能会治疗和中国并吞啊。哦就是讲独立建国论的这个作为过程中，真可能叫中国并吞啊！这个关于新台湾论内底，其中有一篇讲到这个邓丽文的历史哈，邓丽文嘛，独立无外久哈，你去啊看这个历史，咱台湾真有可能，那叫这个叫这个叫做叫这个独立建国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咱台湾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邓丽文哈，迄种危险性低的，咱来进行做哈。啊，第四十型转型正义吼，伫阿扁诶时代，讲要去做转型正义咧，根本就无可能做，因为安怎讲，所有诶遮做流氓条高官，拢爱搁伫掌权，你是要哪转型正义？所以除非把遐人当清落，当清落了，咱才开始来做转型正义，该算小诶拢当小算算诶，吼，啊该吐出来就拢吐出来吼。连战先生，请问恁爸爸叫做连振东，伫？对台移来接收台湾的时阵，迄阵咱拢知影，你拢无冒险空手来的。啊，为什么甲你第二代变一日新哦？恁兜的财产有四五百亿，啊嘛无看你做生意，啊你还钱对来，哎，把合法所得通通拿出证据来，啊、哦，我拢算互你，出一下拢吐出来，吐390亿出来，对不？啊，咱台湾人佫收入390亿个哈，我意思就叫做转型正义，这种爱省哈。哦啊，所以咱有法度彻底实施美国人来控，吼，啊，咱就进不来。过来，这个国际保护，哈、哦，国际保护的部分就是说，那是因为这是政府选举，好、哦、吧？如果那是选举，那么你选举是你国内代志，世界各国不咧跟你管，独立的这选举的投票率有三成、两成，对吧？哈、哦，啊，咱即摆叫台湾人讲卖选举，吼，他大家感觉真袂当接受啦，哈、哦，啊，没关系。那么既然甲选举呢，是恁内部代志，国际上根本就不管你了哈、哦。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国际保护的。啊，那这款情形下呢，
咱用这个法理建国哈，因为这个国际法的法理呢，全世界通用的哈。我们这么说吧，它根本就是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我们根本就照它游戏规则玩嘛。啊，所以呢，东人、洋人拢总爱拢总会支持嘛，哈。所以这个法理正义呢，就给咱支持，哈。第十六项国际承认的，这个假设以这款方法呢，有法度。改换国号，然后呢，是不是国际社会的承认呢？这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怎样不可能呢？因为违反国际法的原则啊，这是不可能的。套回就讲，选调以后呢，占领方呢变作比占领方的国家，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哦。那么，咱这款的话呢，是循着国际法的法理啊、哦，所以这个建国的后果啊、哦，一定是会受到国际的承认，这是咱较有自信的部分。好，过来成功的案例呢，这个哪叫的独立建国论这款方法呢？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呢，找无历史上有一个惯例，或者是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啦，拢都无啦，啊，所以单独咱台湾人，就是讲民进党这国派人士呢，认为讲有法度创造一个新的国际惯例吗？我是啊，无迄个力量，哈，啊，绝对无可能，哈，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上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成功的案例啊、哦，因为至少看不见啊、哦。啊，咱这呢，满满是啦，菲律宾啦、古巴啦、关岛啦、日本啦、琉球啦，这个都世界主要啦，叫美国占领过的吼，也、哦、是讲其他国家占领过啦，拢是照这个法理程序来，所以咱这成功的案例满满是啦啊、哦，所以这才是可行的啊、哦，对。第十八款就是讲哦，因虽然做前后算算呢，独派这个做法呢五六十年来，但是五六十年来一直拢无成功，哦，那么无成功呢，伊阁甲咱批评咧，恁咧讲假，哦，啊讲啊恁家己做五六十年嘛无成功，你是凭啥讲咱这假？你嘛给咱一个机会，对吧？啊、哦，所以呢，虽然讲咱进行的时间较短，不过咱这条路才是正确，哦，才是正确，即摆是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成功，不是会成功未成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成功的问题，哈、哦，这是较无同款的所在。过来，咱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讲哈，独立建国论呢，依我个人的判断，我未使讲绝不可能成功了哈，因为咱讲话未使太人家绝对哈，直接甲各位讲讲，成功的这个机会甚微啊，我只要创一个几乎等于零的啊，就。没有损失了几乎等于零了甚微了哈，英语讲叫做 little 了哈，你是 a little 是 little 哈，所以法理建国论呢，短期内就可以成功了，唔免等五六十年了哈，咱无迄个生命，搁等五六十年哈，那应该会真紧就当成功哈，啊，多时间咯，哦 ，OK。我后边还有一堆的东西了，没关系，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一起探讨，好，谢谢。你起立。在。起立。谢谢老师。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这个一张给你们的地方是什么我们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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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